我这一次准备了这一套，等一下会换一下。咬一口热量冰淇淋，牵你手漫步夏夜里，星星不经意都流进你的眼睛。看影片之前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找得到我哦。如果喜欢莎莎的影片呢，不要忘了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莎莎。我们现在出发去垦丁，耶、yeah! ！在没有来过台湾之前，对垦丁有一个印象，是源于一部电影《海角七号》，男主角跟女主角说：“留下来，或者我跟你走。”觉得垦丁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地方。来台湾之后呢，没想到我竟然实现了去海边的自由。这是我第三次去垦丁，对于我这个从小就生活在内陆的姑娘来讲呢，大海注定是我所向往的。那么大家就跟着莎莎一起开启我们的垦丁之旅吧。哦，悄悄告诉你们，这一集会有比基尼哦。剩我在这里，因为我好像没有换好衣服。说到玩水的话，就是肯定少不了夏天必备，就是比基尼。我这一次准备了这一套，等一下会换上。大家都知道，其实如果穿比基尼的话，因为比较露嘛，所以是有一些细节的要求的。什么细节要求呢？大家都懂了，就是身上的毛毛，什么腋毛啊、手毛啊，还有这个腿毛啊。所以就是说，每次穿这种泳装啊，或者露一点的这种吊带啊，都会进行一个脱毛的步骤。那有些人肯定说，我偏不脱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就是只要你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其实在我国中的时候，就毛发就很旺盛，就长了一手的毛，像一个小毛被一样。然后呢，我就很苦恼，我就想要把它除掉。我就用我爸爸的这个剃须刀去刮刮刮刮，然后每次上学前刮一下，然后过了一周之后发现它怎么长得越来越粗了，直到后来粗到我看不下去了，我就花了大价钱我在菲律宾的时候做了那个四肢的那个雷射，然后做完之后也是干干净净的，但是过了大概七八个月吧，然后慢慢的断断续续的又长出一根一根的，就是这个腿毛上长出一根一根那种又粗又硬。还有一点，我那次做雷射只敢做四肢部分，那像腋下和一些别的地方就是有点尴尬，不太好意思暴露在别人的面前，有点害羞。于是呢，我就为了解决这个毛毛的问题，我就上网一直爬文啊，爬爬爬，终于我爬到我想要的了。在六月份，我入手了这个 Unike 的家用脱毛仪，不得不跟大家种草，因为它真的是我们女生夏天的救星。我跟你们说，可能是孕妇效应吧，自从我入手之后，我发现好多的女生都在用这一款。靠近给你们看一下，它这个特别简单，它就两个键，一个就是这个总开关，长按它就开机了，你看开机了，然后这边再按一下就是调档，就一档两档三四五，最大档。像我刚刚入手的时候，我只敢开第一档，后面就习惯了，慢慢的就调两档、三档、四档，我现在就用到第四档。还有呢，它这个头是平面灯头设计，就非常的贴合我们的皮肤，脱毛的效果会更加的好一点。使用方法真的是特别简单，跟大家说一下，它其实这个脱毛仪里面就有附一个这个刮毛刀。在脱毛之前呢，我们首先要把这手上的毛毛刮掉，因为我今天要来海边嘛，所以我昨天晚上就已经把手上的毛毛刮掉了。使用的时候要配上他们家自带的这个墨镜，这墨镜很有趣，是这种折叠式的，在上，请叫我莎姐。其实我觉得我不笑的话还是挺酷的。酷！打开开关，然后调到自己可以接受的强度。我那是四档。我在家脱的话，我一般都会一边看电视一边脱，放在这个皮肤上，慢慢的移动，那感觉就是冰冰凉凉的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就是那种放了一个玻璃冰冰的玻璃杯在手上的感觉，一点都不疼。
了三个多月了，效果是非常显著的。它就是从最开始的毛毛会比较硬一点、粗一点，变得细软一点。怎么说呢？就是一个从光到光滑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皮肤感觉就是鸡蛋一样的。像我这一次来垦丁啊，我就带着它特别方便，因为它很小，就比我的手机还要小。我的女神全智贤代言的，可以跟女神拥有同款，真的是很开心。穿这种吊带，很喜欢去海边玩水啊，穿比基尼啊，都是常有的事，露的地方就很多嘛，所以手上的毛毛一定要处理好啊，这样才不会尴尬。在台湾必须要有一台这种家用脱毛仪，实在是太有必要了。好啦，趁着9月9有品牌特惠的活动，赶紧入手一支。男生呢也可以给自己的另外一半入手一支，这么好看。有需要呢可以在虾皮旗舰店购买，购买的时候呢记得备注阿丽萨爱生活，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个超可爱的冲牙器。另外呢，台湾的可以优惠300台币，新加坡可以优惠10块新币，马来可以优惠40马币哦。岁月的无常，也坚定地做着彼此的那束光，记不得曾跨越过多少风格浪，做你的船桨，你是我的翅膀，我们记得对风景色的模样，满是骄傲的脸庞，时光中不掉的冰化妆，是你是你渗透的青春都是有了 ULIKE， 再也不怕毛毛尴尬了。忘记给大家看它的外包装呢，有没有觉得非常的精致呢？送女朋友送老婆真的是不二之选，给她一个 surprise。 哇，打开也很好看呢，颜值担当，颜值担当。特别是针对怕疼的女孩子，因为 ULIKE 脱毛仪呢，它是首创性的实现了美容院冰点技术家用化，采用了蓝宝石冰点头，能够在脱毛的时候迅速降温，让体感温度保持在10到30度，完全就是在家就可以体验到美容院级别的脱毛。它呢4周就可以见效了，非常的强力，强力脱毛4周见效。还在等什么呢？快快去简介栏点击连接选购吧。OK， 以上呢就是这影片的所有内容。如果你喜欢阿丽萨的频道呢，记得给我订阅，也欢迎大家追踪我的 IG 和脸书。另外呢，在珊珊的影片底部开通了超级感谢功能，欢迎大家多多做使用，谢谢大家支持，拜拜。